明伦奖助学金即将要颁奖，来自中和地区的各个国中小获奖学生，在家长的陪同下准备接受颁奖。提供奖助学金的善心团体，主要以新北市机车工会、国际同济会和吉亚桃福德宫等团体共同举办，要用爱的力量陪伴学童成长。颁发这个奖学金哦，我们已经进行了才十多年了，那每一年我们都办，每一年都办。那渐渐的，我们现在呢抛砖引玉。已经有部分的这个公益团体啊也会来赞助参与，那我们是希望说做这个动作啊，来这个引导大家共同来做这个好事啊，照顾儿童，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来奖励我们这些努力的水主，只要希望有名额不多，都是由学校那边举办上来的。受奖同学一一领取奖助学金，这笔金额对他们来说足以付下个学期的注册费，不用担心受到父母亲的经济情况影响，安心求学。来自社会各个善心团体不约而同都表示，只要学童遭受家变，不需要提出证明，定会全力协助。就秉着讲说，来自十方善心的钱来帮助十方善心，回馈给社会，社会这些好朋友来帮助庙，那我们庙现在有多余的力量了，庙也盖好了，那我们就来帮助其他的孩子。锦屏福德慈善协会，我们专门帮助这些边缘的学生，就是他不是贫户的资格，可是呢他有确实需要帮助的地方，那么就请学校通报给我们，我们就可以认养他。困境中的孩子需要更多社会关怀，中和的善心团体积极推动各项公益活动，要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把书读好，有机会能够出人头地，以后回馈社会。数位天空新闻综合报道。